大家都没有。一直在回味它的味道。一直在回味。原来像你们那几家那叶子是最有名的。那个是紫苏，对，紫苏叶。你是在摄影的意思？是的，是的。还是不行吗？当然可以啊，为什么不行？反正不会拍到我的脸嘛，对不对？会哦。对，这是那是重点哦。不要讲话。不要这样问低调。台北人吗？不是，桃园。桃园，因为我发现我很多部落客来这边吃饭，都不是台北人。哦，真的。我觉得问他们问，为什么台北人都不会是部落客，还是因为台北的部落客怪怪的？我觉得因为台北，所以部落客很多。很多吗？很多啊。为什么让我们家餐厅的都不是台北人？不知道哎，这我就不知道。我都不是个部落客，从来没有一个台北人。真的。还遇过台南跟高雄。那也太远了吧。大概三个月前就做了一个部落客，是高雄。那你们是高雄人？